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新型的双切机。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切孔 3.5， 左边切孔 2.5 的切肉机。因为切孔不大，所以辣椒都要切成段。2.5 切的猪肝效果也是不错的，3.5 的效果。生肉公差不大，切起来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熟肉公差会大很多，就是3.5的。